股坑 Plate 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。2021 Q1 净利率，创建 15.99%， 实权 8.69%， 威刚 7.78%， 宇瞻 5.92%， 创建净利率高出同行两倍。2021 Q1 ROE， 实权 9.9%， 威刚 6.94%， 宇瞻 4.33%， 创建 3.06%， 实权 21Q1 的 ROE 飙高，远超同行。2021 Q1 EPS， 威刚 2.94， 实权 2.16， 创建 1.3， 宇瞻 1.23， 威刚 EPS 最高，有年增率 42%， 宇瞻 EPS 最少，衰退最多，有年增率-19%。2021 Q1 营收，威刚90亿元，创建34亿元，宇瞻20亿元，实权19亿元。威刚 Q1 营收最高， Q1 营收有年增率是26%，创建题材，公司超低调，威刚题材 NAND Flash 因下游客户避免缺料，提前备货报价看涨。DDR5 次世代 DRAM， 实权题材，奇亚币挖矿热潮，带动 SSD 及 DRAM 需求。DDR5 次世代 DRAM， 宇瞻题材， DRAM 现货价大涨 30%-50%。 DDR5 次世代 DRAM， 股坑 Plate 建议 NAND Flash 因下游客户避免缺料，提前备货报价看涨。2022年 DDR5 次世代 DRAM 是下个话题，记忆体大幅涨价，但营收没有大幅成长的，需要注意。